一波气再刷了。小小失误了 ，OK 了，一次30就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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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不能放入神啊，不能的那39啊。combo 不要太夸张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会吹他吹得很夸张，这不是刚才那一对，不一样。隐藏技是不是会转强化安抚死啊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会那个换去另外一个平台哦，换去另外一个平台。有时候画面会卡住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用的解析度太高了，我调一下看看。最多两颗哦，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玩这一队，我第一次玩这一队，真的，我不晓得他会转强化，舒服啦，舒服啦，我就是缺强化珠啊。哦，因为解析度调太好了，所以会有点卡卡的，包容一下，包容一下，因为我已经开始了。舒服啊！哦，这个改得好，这个改得好，真的是改得好。不缺强化珠啊！对，我第一次用一转的，我第一次用。好友那是美版的，不是写上面有写嘛？你可能是用繁中加的。双重叠珠，看好，这比较少见哦，注意看哦。哎、欸、啊啊！失误啊！啊，拍谁拍谁？失误。消一组产生一个强化珠子哦。第一次用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太了解这技能。哎、欸，我好像太早开技了、欸，不太对，糟糕，太早开技了。把抗魔术拉低了，只能这样用了。两回合，把它带走，换消耗，不好打，叠珠。再叠，那个光啊，光是叠珠啊。没死。对，反正不能加没版的，倍率好像是有一点点低、欸。突击双重燃烧、哦，失误啊！我刚失误了。哦，这对血厚就是舒服。转不过去啊！过去！妈呀！你要去掉我的老命啊，是不是？想太多。
不能被烧到、哦、平民百姓，七大死因不要再出来了。这种关卡七大死因是很怪的一件事哦，很怪的一件事哦。呀呵，哎 ，OK 的啦 ，OK 的啦，我学姐。我需要三波爆发。最后两关需要比较大爆发，其实也差不多啦，因为我是暗嘛，暗克光嘛，齁。我看一下啊、喔、一波两波三波。可以开始刷一波七啦。太早了，不会啦，刚刚好而已啊。combo 节目效果啊，对啊，开始在刷啦，没看到我们的观众在刷了吗？我还在磨技能呢、欸，因为我想说这样关台关太快了，对啊，想说关太快了，做一点节目效果，对啊，大家都是说稳的嘛，谁说北欧不能过？谁说的？啊，善用手中卡牌，发挥最大的 GG 啊，啊，效益啊，效益。应该是稳稳妥妥了吧？哇，这珠子分配的真是歪七扭八啊！啊，歪七扭八，我把它矫正一下。啊，开始一波七了，看到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观众啊？一个挡一百个，那一个七就是一百个七啊！噼里啪啦的给你打过去啊！谁说岸北欧不能过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哇，三到五呢？九康不？九康不？给你一个高手的资金，开主角，开主角就是高手的资金。我让你的话，就是瞧不起你们，一波七再刷了。小小失误啊 ，OK 啦，一次三十九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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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 ，Thank you， 谢谢各位一波七，这关卡设计的真是好啊，过奖、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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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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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。